如果我们在这里挡不住、守不住，挨弹的就是你的家人、你的亲人、你们的妹妹。我们高登常年二级地区，没有百姓，没有自来水，一天只发电五小时。上菜。先生，蔡哥，豆豆要来嘛啊，唔系叫你买板凳哦。这两天就是你的预产期，对不起啊，我要留守，没有办法回去陪你啊。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一定等我回去。好东西，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今天是你们新兵第一次来到我们炮阵地，这里的生活很苦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才适应过来。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了，我们这点人真的守得住吗？高登能够多守一个小时，我们北高指挥部就多一个小时的准备机会；能够多守一天，我们全国就多守一天的安全。我一定会死守到底。到时候您看到高登台上的国旗没有了？请你集中所有的火炮往高登岛上打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什么什么怎么训练就怎么打。如果真的打起来了，不要害怕，我们忠烈直谏。红岛一命，直隶九门，红岛一命。天色渐渐光，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。我们有满满的热情，我们有共赴国难的决心，我们有丰富的专业学经历，在疫情严峻的时候勇敢投入防疫的战场，我们义无反顾，同岛一命，共同抗疫，作为我们所有台湾人民的必线的守护者。要是这一次没有处理好，就怕修不回。不要怕，反正再大的石头压下来，两块叠在一起，你看，总会有个缝啊。那个光线就会从那个缝跑出来。有路咱就会路就挂，无路咱就了解过命，一起朝有光的地方前进。